年度漫画奖，入围的有邱显寻手绘台湾关键字话说1940到2020大宽文化工作室，三日卷子嗨阿公从陪伴到离别的点点滴滴个人出版，麦仁杰铁男孩山寨之城一大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常胜盐铁花一大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，BigGun 勇者略十，东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，Talo 他的法圈，东立出版社有限公司，星期一回收日杨双子，启谈花物语，台湾东贩股份有限公司，简嘉诚画电影的人，手绘海报的美好时光，盖亚文化有限公司，布克地狱游行一。原动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Kinono 蓝人艺文路二西之南山之北盖亚文化有限公司，柚子阎王铁上原动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星岩零一影像有限公司，气行记一原动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小岛狮子藏你的书屋一原动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盼盼流疯人院之旅漫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周建信游佩云来自清水的孩子一到三漫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